呢條係2013年嘅14條，呢條亦都係考 EQ 呢邊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先將圖畫佢出嚟先。而家咧，佢個 spring balance 咧就會俾出一個 tension 向上嘅，而另外咧，佢亦都會有個 mg 係向下嘅。咁個 mg 咧就會作用喺 center of gravity 度嘅。咁個 mg 喺邊咧？因為而家呢嚿嘢唔喐啊，所以 equilibrium， 所以個 mg 一定要喺呢條線嘅某一處。咁樣咧就會令到咧 net force 等於零 ，net moment 等於零啦。好，再一對 statement one 啦喎 ，statement one 咧話俾你聽係五 newton。綁就到5 newton， mg 自然係5 newton 啦，所以一係啱嘅。而頭先都講咗啦，因為而家呢嚿嘢係 equilibrium， 所以咧佢個 center of gravity 咧一定喺呢條線下邊嘅嘅碼點，所以二係啱嘅。三，我去咗月球嘅話咧，其實只不過係個 g 咧變成1/6 g， 但係佢仍然都有 gravity 嘅存在，所以咧。個 balance 應該仲有 reading 嘅，不過 reading 細咗，所以咧三係錯，於是佢呢條答案咧就係 A 啦。